老板多少钱？老板，我要买一个牛奶要多少钱？什么？我要买一个老板。啊？你要盖房房吗？这个要洗干净哦，这个葡萄，还有汉堡哦，它可是蛋蛋，那是恐龙蛋。那个是肉肉。哇，依依，你看你的碗盘洗好了，放这里。你看。没关系，新来的。我煮肉。煮肉在哪里煮？在这个煎啊，在那个上面煮。对，在这个煮肉。哎呦，很羞。来啊。啊，关小一点。你可以，你看，你看这个。哎，开开开！哇，老板煮好啦！还要放这里。等等等。这个不玩，这个不扔，留在玩。拿卫生纸。哎，等你要不要来这帮忙？我来这帮忙，要吗？你要不这个玩，这个不玩，你这个玩，这个在玩的啊。太精彩了，这样子要换了。煮好了没？还有旁边还有夹子哎，机器人旁边还有哇，机器人的脚怎么掉下来了？哎，这个可以打打打，哪一个？这个也可以打，没关系。